近日，日本持续高温，民众叫苦连天。不过，酷暑难耐也能带来意外的惊喜。一名日本男子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在厨房里放了几天的食用鹌鹑蛋，居然自行孵化了。在这名男子上传到网上的视频里，原先存放鹌鹑蛋的纸盒里，有好几格只剩下碎裂的蛋壳。20来只萌萌的小鹌鹑则在另一只盒子里啾啾叫着，嗷嗷待哺。忍俊不禁的网友们纷纷鼓励这名不知所措的男子要好好负责，当好鸟爸爸。